哇，我们前面连续唱了四首，都是我们第二张专辑的歌曲。我是不知道我们每隔一段时间来马来西亚，我们的歌会不会就因为太久没来你们就忘记了？会吗？好，我现在问你们问题，你们要摸着良心说话，好不好？摸着你们心哦。沈慕宇陶的第一张专辑《为你而活》，或是第二张《守护者》，你们很喜欢，而且有买正版的举手。OK， 你们没有听过也没有买的举手。还是有买的，我们今天就唱给你。表示其他都下载。但是也没有关系，我们来复习一下第一张专辑里面有一首是马来西亚的一位很优秀的音乐人，他叫陈威权，写了一首非常好听的抒情歌，三个字是哪一首？什么歌？那你们会不会唱嘞？那我要听到你们的声音比我们还大声哦，好不好？可以吗？可以。OK， 找戒指。我现在录影哦，谁没唱，回去就知道了。
我会去到 Facebook 再检查看里面谁偷的。